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发。今天我要来开箱这一轮的最后一次开箱软胶啦。没错，如果你们有发现到的话，就是我的最近的开箱都是后面都有这个东西，都是同一天拍摄的啦。桌子也是同一天，角度也是同一天，背景也是同一天。甚至呢，我的左右边也是同样的啊，全部在这里了。那么就来开箱今天的影片。那么我们今天这最后一次开箱的软胶是什么呢？就是闪耀迪迦啦，我差一点要讲到特利迦啊，终于也是有啦。这个我看到我一定会买的啦，就只是这个脚为什么站不稳的呢？明明买的时候站得稳了嘞。喂，毕江，不说了，买都买了，最多就把它罚站在箱子里面了。OK， 第一个就是剪掉这个啦。干，我刚才说好像不要剪的说，结果直接给我下一秒给我剪掉啊！不用紧了，反正我又没有说要卖，就算它之前也是保留在我家中，不可能离我而去的啦。剪了也剪了啦。来仔细看一下。喂，整个的哦，完全都不像他海报样子的嘞。迪迦那样子，剧场版那样子的还可以啦。你把那个画面照剧场版的样子就好。OK， 来先看卡片。Ultra Hero Series， Ultraman Tiga， 什么什么啊 ？Shining， 不懂，闪耀星态。他的身高从原本的53米提升到120米啦，体重呢就是10万公斤吧，这样重。然后是 EX 的啦，他不是照编号。然后第三季是这个什么光线，应该是闪耀再配里有光线，或者是计时器的光线，闪耀再配里有比较可能。然后一个没有写什么啦，要扫码就扫码啦，还有个。就只是你们扫码之前呢，要先在影片下面订阅我啦，不然的话这个扫码是不可以白给的哦。好，看完这个卡片的话呢，看这个软胶啦，这软胶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一片金光闪闪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说它的闪法有几厉吧。没有了，算到什么时候。先来看这个头部，它的眼睛跟那个计时器都是白的哦。如果计时器你放黄色或者不要黄了啊，放至少也是一样蓝色，不是比较亮眼的白色眼睛。它的计时器这边呢，就是闪粉是这样吗？它那个是算闪粉吗？不会闪啊，一粒一粒。等下我拿手电筒照一下会不会闪。来照下，哇，喂，就是不会讲啥呢，啊，只多了几粒黑黑而已的，还有白白的点而已，毕竟是限定的嘛，玩具反斗城有限定的就很好了咯，就这样子看的话还是可以啦，就是这个上面顶有一点太薄的感觉啦，说不定哪天弄一下就断掉一个小坑了。这个洞这些都还有在的，它只把它透明化，看得到里面的哦，看到吗？应该看到了。哇，这是这个手那里，来看一下，哇，也是蛮神的嘞。那让你睡去吧。幸好站得到了，在他那个卡牌应该太重了，也是有金做的吧。好，再来放这个，哇，三个迪迦，喂，等一下放过程先，喂，哇，三个迪迦，不要这样，怎么现在站不到了的？这一点太那个，哇，黑色，五颜六色，黄色，金色了，哇。
全部的迪迦都得到手了，没有啦，另外两个形态啦，不过没有关系啦，另外两个形态可以做这个两个代替的，反正是新生代迪迦嘛，也是迪迦嘛，就代替呗。OK，那么就这样啦，我的迪迦形态得到啦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算迪迦的变声器也是算得到啦，就是这个，哎，不是放这里，这个，哈哈。哇，这个就是我的迪迦全部的系列啦，转过去叫什么？哇，我迪迦全系列啊，这到达啦，到手完结啦，吼吼！还有一个邪恶迪迦，邪恶迪迦算是另外一个个体了，不算形态，它只是名字一样而已。啊，就这样了，耶！哇，最重点的就是哦，我这个闪耀迪迦的卡片就无意识给我剪掉了，但是不用紧了，反正我的软胶全部都是剪卡片的啦，好了，就把这个收藏先，收藏掉，放后面，把这个空间留给这两位，哇，一个是原本形态，一个是终极形态，一个阿黑，一个阿光。阿闪，哇，软胶都有了，就只差一个闪耀迪迦的 Hi Bucky，慢慢等啊，你们终有一天会有的，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了，慢慢等啊，终有一年会有的，那就要你们的多多支持订阅，我才会买到手咯。希望在这事业里面可以超过800了，这样我应该会买了，这样我应该会立刻马上定下去了。没办法了，要看看时机啊，不是说买就买了。好了，这样今天这个影片，我觉得这个影片现在玩有一点太快了，这样我一定要水一下视频啊，我怎么水呢？来玩这个了，虽然没有闪耀的钥匙，但是至少有复合型的钥匙。不是的，不过黑暗迪迦的钥匙还没有出嘞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如果有出的话，应该也是出在怪兽系列吧，就是空壳的，没有奥特曼的。不过我还蛮希望是它出形态的时候会，就是它不是出形态嘛，就是把那个黑暗形态加进去。如果讲黑暗是另外一个个体，毕竟黑暗特利迦也是给伊格里斯变，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懂啦，毕竟他也是有另外出一个黑暗迪迦 UR 版的25周年呢。等下，这么我按了耶，一说一出 bug 了，利布特就一直出 bug。哈哈，好啦，结束了啦，哎呦，好啦，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哎呦，这么的复合迪迦这样萌的，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一下，订阅一下，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订阅了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们是个新，你们也不会错过，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，哎呀。